我觉得很有一个价值，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。你为人民贡献，为国家贡献，这个是价值。好像他厉害的，我们不买他的账，就看到这个在英国的这自杀营跑开啊，就大胜了。所以我们在当时看的时候，真是高兴啊！这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样子的。所以说，做一个东西能够真正立了英宝，这样这个东西呢，还要花一点气力。所以呢，从中央讨论以后呢，下个决心啊，两年功夫要准备做好事业。